又有新鞋，呢对鞋原价790元，特价395元，喺 Sogo 买嘅。咁我咧就一次买咗两对，一对就 KEC 帮我买，一对就我学生仔去睇，佢买唔到又帮我买得对。咁之前4月21日重开球场嘅时候咧，我就开咗两对新鞋，一对就 YY。嗱，個底就冇咗啦。另外一對又係好似翻學鞋嗰個款嗰對 Wilson， 呢個咧仲慘。咁我就4月21日到我而家拍片就係6月26日，呢兩對鞋就收皮了。鞋我就不嬲同時間著幾對嘅，因為咧有時打波大汗，只鞋濕咗其實唔乾嘅，咁就要著第二對啦。呢、这個 moment， 我開咗兩對新鞋。如果你想你嘅正手打得狠，反手打得穩，咁你就要記得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，like and share 啦。